你好呀，我是林白。这一天我在打死骑士的时候发现了两件事情，就是第一件，他蛮笨的，他的招式逻辑蛮笨的，然后第二件事就是他的强韧度蛮低的，大型武器戳一下他就会倒了，然后甚至他的大绝也能被断，就像这样非常容易硬直哦。然后这边完全被四脚杀，这个先不管了。那其实这样打他就蛮简单的，一就是拿大型武器嘛，直接把他打硬直，然后就是拿鞭子，他应该也是不好，虽然我没有试过，你们可以试一下吧，他很快硬直吧。然后我发现另外一个 bug 就是他会被卡住，就是不明原因的卡住。你看，哎，我直接炸了一下他，他也没有反应，就这样卡住。啊，我再戳一下，进失衡，再戳一刀，哎，他倒了，再戳一刀，哎，他有反应，这个就是毒指令。除了毒指令，他就是卡住。我这边再戳一刀也没有反应。好，我这边再戳一下吧，看一下怎么样，他有没有反应？又没有，再戳一刀，没有反应，就是往后闪了一下毒指令的部分。好，这边炸一下，没炸中他。他也没有反应，这边再戳一下，想吓一下他吧，他也没有反应，他就这样呆呆的站着，等最后一刀给他炸一下就算了，然后，还是没有反应，哎，没蓝了，合格蓝，哇哇哇，你干嘛？翻滚，哎，还好没打中，你再补一个炸，游戏结束，吓死个人。这个 bug 我遇过两次，就在中间这两个柱子嘛，左右一次，你们打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吧，看一下能不能把他逼过去。然后这位先生，你的右鼻孔出血量有点大，建议多喝水，少吃煎炸的食物。